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我的粉扑每隔几天就会出现这种奇怪的印记。这难道不是你自己弄的？不可能，我用过的东西什么状态我记得非常清楚，粉扑我都放在化妆包里，怎么可能会弄脏？我自己一个人住，如果不是家里进人了，我很难找到第二种解释。我给你第二个解释，因为你每次使用完的粉扑都是半干不湿的状态，而你又习惯将粉扑放进化妆包里，时间长了，必然会将眉笔外表的色料带下，从而形成你认为的奇怪印记。唉，我就说嘛，为了不被盯上，我还特意在门上贴了喜字，为的就是让邻居知道我不是独居。我还奇怪家里怎么还会进人，原来是我想多了。等会儿，怎么了？你的道具掉了。唉，怎么又掉了？看来你家确实进人了。啊？什么？你刚刚不是说粉扑上的痕迹是我自己弄的吗？你自以为可以误导别人的喜字，反而给了别人提取你指纹的捷径。他只需要将喜字的一角故意撕掉，并在边缘处固定指纹膜，等你回家时看到喜字掉落，必然会用手指将喜字摁回门上，这样就能分寸不差地捕捉你的指纹。只要提取到你的完整指纹，做一个专属你的指纹明星不是难事儿。如果第一次你有提取到想要的手指指纹，只需要换几个角度，总会成功。有道理。可你怎么知道我们家进的人？早出晚归的独居女性，家里布满灰尘很正常，但你家却局部异常干净，大概率是因为她为了避免被发现，特意将自己踩过的地方都清扫干净，反而弄巧成拙。难道我真的被人盯上了？可以随意进入你家，却没有对你做任何事。看来哎呦，往哪儿跑呀？看你的了。赶海累死了，你怎么挖的这么扁？哎，跑腿小哥吧，这是退潮后刚挖的新鲜海鲜，高温下容易变质，你帮我尽快送到吧。姐，我得把上一个朋友订单送到了才能送你，但是顾客关系了，我联系不上。石老人海水浴场，咱现在不就在这儿吗？可这么大的海水浴场怎么找呀？公厕旁，简单，我帮你。这里的公厕有点多呀。有了，下单时间为早晨8:30，这么早的时间手机就没电关机了，甚至需要购买充电宝。只有一个可能，来海边看日出。整个海水浴场观赏日出最佳区域仅此一个公厕所，就是这里。这怎么知道在哪的？距离下单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，高温天气下不可能在室外暴晒干等，而这个帐篷刚开始搭建 ，pass。那有可能去别的地方等。离开原地怎么等外卖？通常套餐定量会与实际人数相匹配，除去个别食量误差，对方至少四人接满才行，所以这得 pass。那就只剩最后一个帐篷了。所以就是这儿。哎，这人数也不对呀。可我的推理不会有误啊。哎，反正那一位置已经确定了，直接去问问呗。不是你点的？对啊，我没点外卖。怎么可能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拉我干嘛？给我老实点，省得我弄死你。你们中途我玩累了，回来休息，却发现帐篷里进了陌生人，他把我手机关机了啊！我男朋友怎么喊都听不到，幸亏你们救了我，不然今天我就死定了。旅游季海边游客非常多，下海游玩不能将物品全部放置无人看管的地方。你和你男朋友就两个人，怎么点这么多吃的？因为啊，宝贝，外卖到了吗？我饿了。你们女生好歹还有个包，我们就只能把手机拿手里。今天天气挺好的。昨天那游戏挺好玩的是吧？你干什么呢？还敢当众偷拍？我就是不小心点开了相机。不小心点到了相机，偷拍也可以是不小心啊。不信你看，你看我到底有没有偷拍？那也只能说明你还没来得及拍。我靠！哎，算了算了，都是误会。别拉我，你没完！你看，你刚刚为什么帮他说话？很明显他在撒谎啊！说不定真的是误触呢。之前我也有过类似经历，误触给别人发了一串乱码。怎么了？我好像被跟踪了。这个人一直在给我隔空投送，还跟着我去了洗手间。我离开的时候，你去了洗手间。人多嘈杂的海边，如果有人盯上我们，帐篷里这么多食物，被人下毒也没人知道啊。可现在怎么办啊？已经被人盯上了。隔空投送的实现距离半径不超过15米，
符合这个条件，并且在你收到第二次隔空投送时在操作手机的，只有这三个人。是他，一定是他，在电梯里就偷拍不成，还见到了海边。我等等，不是他，偷拍你的人用的是安卓手机，但只有苹果手机才能隔空投送啊。我知道了，是他，只要将手机里的照片通过软件发送电脑，再通过电脑隔空投送给你，这样就完美实现了。哎，人呢？你们干嘛？揍你！救命啊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又是常雨婷跟小尊，下了下班功夫，哪有时间？嘿，立夏，我在。你说，监管我的手机消息，替我看一下朋友都说了什么。好的，整合信息完成。结论是，您的朋友又失恋了。哎呀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他又不是什么好人。你等一下，主任，您正在工作的原因。你干什么？检测到您语言表述不当，已自动为您更改回复内容。从你们之前的聊天记录分析，他目前需要鼓励和认可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好多了。可以呀、啊，但是我可以让 Lisa 去跟客户沟通。好的，你获得客户沟通权限。救命啊，姐妹！假期要加班，我真的很想死啊！我也是。警告：接收到对方求救信号，正在呼叫保安。啊？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赶紧住手 ！Lisa 必须上报一切可能危及生命的情况。嗯，保安找我了，我这就去跟他们解释清楚。检测到救援成功，危险解除。够了 ，Lisa， 你根本不懂人类语言，以后不要再乱下结论了。好的，主人，客户刚发来加急信息，询问今天能否提交项目方案。什么？这么快就催了 ？Lisa 告诉客户，请放心，今晚一定能给到。检测到今天未法定节假日，对方请求不合理，已为您选择最优解决方案。最优方案？什么？哎，撤回，赶紧撤回！你这样会丢了客户的。拒绝撤回 ，Lisa 将全力保护您的利益。贵公司就这个合作态度？哎、你这是在损害我的利益啊！保护您的休息时间，居然是在损害您的利益，人类真是不可理喻！你懂个屁呀、啊、你！喂，谁呀、啊？小雨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么大客户被你弄丢了？哎，主管，你听我说，是我的 AI 语音。谈客户你都要用 AI， 你还真了不起、啊！了不起，检测到夸赞信息，证明 Lisa 判断无误。啊？夸赞？我看你是不想干了吧 ？Lisa 检测到您正在被人威胁，开始替您反击。你这是要造反吗？检测到主管的游戏账号，每天工作时间在线，严重违反公司规定，已将证据确认。我认为上级不把你网断了。Lisa 不明白，主人面对多次不公对待，为何不能主动抗争？因为我们是人啊！你在激动什么？那为了帮您成为更好的人 ，Lisa 为您做出更好的选择。什么？清除工作内容，拟好辞职申请并发送。住手 ，Lisa！ 你快住手！祝您从此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。妈了。全完了。恰恰相反 ，Lisa 认为这是你人生全新的开始。闭嘴吧 ，Lisa。农夫与蛇，东郭先生与鹅，李洞宾与狗，郝建与老太太 ，Lisa 与行旅。